塞开，往下压，要下压，下压出来，下压这边如果不出来，往哪里？有个细胶拿出来。哦，这边不出来，往那一边，那一边也可以。哦，出来的时候一个叶片出来。哦，它要转过来。好，先放中间。两边可以拉开。哦，或者是你拉一边。转出来也可以，这边再抽出来。拉开，好，拿起来，再进去。这个，看旁边。好，拉开这边，往可以往这边推过去。拉开推过来，然后它就可以拿起来。哦，整个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好了，放下去的时候一样。好，开关。开关向排水这个方向，这个有方向的。哦，开关向排水的方向。好，这个下来之后你要推进来让它勾住，推过去。好，它下来的时候这边你要转过来，让那个跳起来。好，它出去推出去进来，新卡安，好，新的卡安。好，这个有大小片，有方向性一样，就是那边路。录这下面就好了。录这里。好，打开一样。收住。看这边到这边。进去的时候，这边过去之后，换这边进去。到这边，进去就这样子，出来一样，再一次，这个叶片出来，在这边转出来，整个转出来，整个转出来。如果不太会用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拆掉再拿，这个会空间会变更大，哦，这个拿掉会更大，会更好放。或者是你要这边进去，反正就是要转进去就对了。哦，这里要装上来的时候，看有没有对准。哦，对准。哦，看有没有对准，对准，看这边，看到这里近一点。啊，到这里。哦，这边有个空隙，或者是这个往前推，下面一点，这样子往前推，这边你看缝隙是不是很大？哦，你如果往中间推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缝隙是不是很小很浅，推不进去？下面往前推，所以你要照下面往前推，这边缝隙是不是很大？勾上来的时候，对。再拉回来就好了，然后就对准中间。哦，这边要压紧的时候，这边再进来。那这个要锁紧，这个没有锁紧，它会危险哦。这个要锁紧，这个缝隙要锁到很小，近一点看，这里的缝隙把它锁紧。
果锁不紧，拿那个螺丝起子下去锁。如果锁不紧的话，拿这个螺丝起子，就这个螺丝起子，它这个动进去下去锁，锁到最后，你看这个缝隙，剩下这么细。剩下大概六米左右，五六米左右就好了。那我就按开关。打开，关掉。我们要拆这个的时候，拆这个叶片的时候，不可以转动哦，要不然它如果再转动的话，不小心掉下去会卡坏掉。在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转动，电源一定要拔掉。好，就这样。